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英雄的铁匠，好像是像素画风嘛，不知道能不能输入中文呢？应该是韩国游戏吧？可以。游戏的话不是新游啦，不是新游，只是10月5日有更新这样。我看一下哦，游戏50万加下载次数。声音的话，目前没音乐。哦，你看有一些韩国字。好，铁匠铺丢了图案，图案是什么？图纸吗？金属也遗失了。制造100个见怪兽出现，好啦，翻译怪怪的。OK， 那下面有广告哦，没有音乐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哦，有一些轻音乐。雨伞少女挂机类手游，哎，我有没有预先注册啊？好像有哎。是这样吗？这样玩吗？有这个老鼠，老鼠帮忙打铁是不是啊？普通王的木剑，哎、欸，木剑，木剑需要打铁吗？啊，这是柜台小姐，雇用勇士。游戏发布日期是2017还18 2017 10月，也就是说这游戏大概6年了，是不是？18 19 20 21 23 对，6年的。我没玩过啦，因为我频道大概5年，也就是说大概5、6年前的手游我都很多都没玩过。嗯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那这个游戏很像素，就是它的字啊、地图啊，全部都是像素，格子比较大。好，加速是不是？加速他们去采材料，获得材料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他还可以再派去是不是？我们是派这个啊，望山哦。看你缺什么吧。2分钟。然后求人广告，钱不够，钱不够，我就13块。然后这边有一些任务。我们要完成这些教学啦，但是没有钱吗？嗯，看广告是不是？OK， 我下次再看。好，我们要做盾一下，盾，他是要做这个，那他嘞，他也是要盾哦。请稍等一下，坚硬的木盾牌。哇哇哇哇！我们可以点击做快一点吧。坚硬的木盾牌，哇，没有这个哎、欸。这个是无限的，然后这个我没有这个东西。要做5个哦。天哪！给我做快一点啊，这个小老鼠！哇，这游戏
蛮花时间的。点的有用吗？好像没用哎、欸。好，给他。没钱啦、啊，哦哟，179。我需要木盾牌啊，但是，这个东西也需要三个这个，哦，没有这个、啊，所以我的勇士冒险完毕耶。那他拿回来什么东西啊？真人广告。哦，他回来在这里、啊、哦，回到宿舍。好，我们这边要派他去找这个吧，还有皮革吧。这个应该是勇士吧？哇，要剑跟这个盾哦。请稍等一下，应该是这一把吧，我看一下哦，避免做错。结实的木剑，哇，这游戏好难哦！哇，又不够了哦！天哪，这游戏太难了，这游戏太难了，太缺了，太缺了，太缺资源。好，我们这边有勇士。能赶快派去冒险啊！皮革也需要嘛，树木也需要，矿石也需要。我们继续招募吧，不然没办法、啊，不够啊，资源都不够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赶快赶快赶快，招募我们这些雇佣兵勇士啊！哇，要去打地下城哦。好，这游戏就是那一种后期玩过类似的啦，是怎样？按这个是不是？哦哦哦，就是后期玩过类似的，就是也是一样，自己在锻造屋啊，自己开这个铁匠铺啊，然后开始做装备给一些客人，那你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勇士啊，培养自己的战士啊。哦，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佣兵，然后去打材料这样，玩过类似的啦。毕竟这是六年前的游戏了嘛，玩法一定会被抄袭啊，对不对？就抄来抄去啊，然后只是把它做的画面更好一点啊，或是横版的啊这样子。这游戏下面有广告啦。Monster Hunter Now， 这个我没玩过，应该是没玩过。好，回来了。我们先做木剑好了啦，木剑还不够啊，这个矿石不够。回来了。矿石嘛，直接再派去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这个东西，这个坚硬的木盾牌，哇，500金才可以雇佣老鼠。这个木盾牌，这个还不行啊，也是一样没资源，所以我应该要派去皮革。然后这个是，你看他们也可以穿装备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帮他们换装备。符文呢？你看他有符文呢。
那我这个是不是矿石啊？这边有一个人嘛，那这个是树枝哦。我这样就有了，三个人都有。我们再招募一个吧，再招募要3000黄金，没办法。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进行中，做完了没啊？点的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感觉好像有用一点点呐。好，你好，点点点点，你还会自己点快一点。音乐音效 ，Facebook， 国际服吧。好，做完了，做完了，做完了，得回来，再去吧，再去吧，我们至少把这个盾牌给弄完，把这个盾牌给搞定。那我现在是我的背包有2把剑，然后地下城消20体力，我的体力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消耗他们的体力呀、啊，他们的体力会消耗20，是不是？反正他们如果没体力，就是要在休息啊，让他们体力。好，冒险完毕就回来了。好，这个可以给他。好，有钱了，700多，再去吧。我们来做盾，坚硬的木盾的话，有了吧？他要几个啊？啊，2个是不是？做错了！哎呀喂呀，做错啦！有点点错，让我都不够了，一个尴尬做错，这个啦，啊，还有树枝还有，反正就尽量去挖嘛。啊哦，他要建铁剑，哇，这越来越高级了，越来越高级，越来越高级。那没办法，这个应该是排名吧，不用看，这个也是排名吧。哇，他们升级了耶，反正我现在就要3000啊，没办法。这位家伙要3000，好，业务，哦，第一阶段强化装备哦，强化装备是不是？我还不会。其实这游戏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反正你只要看那种。500万加啦，100万加，然后存活几年的，表示说他有一定的口碑嘛，一定是不错玩啊。只是你可能就没玩过这样。好啦，这边有个 Q 嘛，Q 就是任务嘛，我已经知道了啦，我已经知道啦，就是你要这三个勇士一直去，一直去，一直去。一开始说我们这是4星，然后这个是1星1星，看起来烂烂的。哦，你可以让他们去强化一下，到时候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帮他们换武器吧。只是我现在都是直接卖掉，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嘛。那这个老鼠500金是不是？OK，雇佣一下。你这样就有余裕去做其他装备。客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做。我们这个冒险家有这个剑啊、盾啊，还有这个法杖，还有一些装备吧，可以增加这个铁匠的熟练度。好，回来了，等他们没体力就要回宿舍了啦。好，这边是一些商城红宝石啊，
那买礼包就要花台币嘛。这个 71.32 小数点真奇怪，直接换汇率是不是？哦，它盾，好，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盾，好像要两个。好，你看，我可以点一点，叫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匠老鼠做快一点。哎，柜台小姐又有东西哦。哦，柜台小姐可以强化哦，原来强化在这哦。还有一些装饰品哎，可以买圣诞节，还有一些奖杯是不是？图腾。哦，柜台小姐是买这些东西来提升一些经验值啊，成功率啊。好玩，好玩。队长的基本，嗯，哦，反正就继续做吧。去吧，我们的勇士。韩国游戏叫勇者，通常会叫勇士的。如果你有看韩漫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都叫勇士。勇士就勇士队啊，勇士队就英文就 Warriors 嘛。那我们这个游戏就叫做英雄的铁匠，其实是勇士的铁匠。离线复古点角色，复古点角色是什么？点阵吗？像素啊，把它翻成点角色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两个完成了，我们就差不多了。这游戏还不错玩，是那一种我会想要在手机上装起来玩的。我最近可能会找一些近期更新的一些游戏，不是发布，我是更新啊。然后如果它的下载次数不错，然后我又没玩过，我就会试玩看看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啦，大概就这样。啊，两把剑，这个做好久、哦，准备哇8000金，没办法，没钱，跟这个一样。他一开始不要让你升级太快，要慢慢存钱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这边赚420。好、哦、然后这边又回来了。好，完成。630, 就1800啦。然后我就没事做，没事做。没事做就自己去强化装备啊。哦，休息啊，让勇士去休息啊。我让勇士去休息，不要让他们一直去工作啊。哦，比如说让他休息嘛，回宿舍，他就回宿舍去休息了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人啊，等待中应该会慢慢恢复体力吧，我在想。好，他叫爸爸，那我们就差不多玩到这边的啦，哦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回到宿舍。这样就有两个勇士闲置了嘛，他又要做盾牌了，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。我是汤姆，喜欢我的新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